椒麻酱吃到嘴里面麻辣鲜香。用的是一年半的鸡，当天宰的鸡啊，每天是新鲜，就是吃到嘴里面嫩香，吃进去特别入味。我刚来时候跟我老爷子嘛去就学这个椒麻鸡，学了一段时间，学会之后去吃椒麻鸡之后一直往这做，干了快30年多。那会儿椒麻鸡这一块吃的人特别多，花椒我用的是陕西花椒，它那个花椒炸出的味道嘛特别香，放到鸡里面吃到鸡里面像刮风一样。这辣子是福建的，皮儿厚肉多，辣它不像那个其他的干辣，它这个也带一点那个油辣那种，吃起来嘛感觉是特别香，辣香。煮鸡这块就是第一控制好水，第二就是咱们把那个煮鸡的调料也要控制好，第三呢把那个煮鸡的火候控制好，要是火太大了煮出那个鸡太老不好吃。煮鸡这一块都用的就是盐、姜、白蔻、肉蔻、白芷。姜呢就是去腥，白芷它也是去腥，刚放那个姜腥味去干净，所以嘛这个得放这两样。白蔻跟那肉蔻它就是增香那个汤的味道。煮完之后就是捞出来这个晾一晾，汤我们就用那个冲鸡汤，也要姜呀、辣子、胡椒粉呀，还有等等其他调料呀，熬制1小时零20分钟才能出锅。出锅之后咱们还要放大葱，大葱放好之后咱们就把那个麻油烧开之后炸完之后倒到里面，让那个油泡辣子形状，葱辣子这样炸一下啊，这样一来嘛这个味道更香。用手撕呢就是撕的小，这个肉分开之后半汁子和干到里面入味，人吃起来有层次感。麻就是吃到嘴里面就是嘴皮子在翘，椒麻鸡这放点葱就是口感稍微好一点，这个辣椒嘛就是颜色看起好看。吃完之后麻味一过，辣味一开始就接上了，人吃起来感觉口感嫩香麻辣。有一句说法，千年美食米西玉，民间待客鸡为上。椒麻鸡在新疆啊吃的人多，好多人在家里面来客人呀就是用椒麻鸡方便